樣這個呢就是一個 challenge 來的，一陣間呢有20條問題分別問你和問我的，當問你的時候你就要在3秒裡面答，如果你答不到呢我就打你的了。我真的我都可以打你的，你不是，即是如果我沒有答，即是你答錯了，不是，是有沒有答而已，即是你是不可以，譬如好像未過3秒那你就打我，不行，只是一二三三秒，哎，你仲唔答？咁我試下，明唔明啊？我試下先。唔係，即係你唔使咧，一陣間比賽嘅時候。我叫咩名？一二三。係啦，我啲準備答你就唔可以咁樣打我噶嘛。咁嘅可以擋嘅。嚇？唔擋得。嗱，譬如咁樣，嗱，你唔擋，啊，你可以咁樣都得。哦。就係你唔可以咁樣。哦。明唔明白？好，好，真答喎。预备，唔要搞笑嘅，真诚真心嘅 ，OK， 开始。好，问詹 Sir 先，你第一次拍拖系几岁？17。坤哥，十几？真答喎，未有答喎。好，第二条，你拍过几多次拖？詹 Sir 先。吓，又系我先嘅咩？嗯，四次。咁佢咁算唔算又打唔打啊？四次啊都系。讲大话 ，I feel 到啊，佢抄我嘅，二次抄我。初吻系几岁？聽不到你說什麼了，我是聽不到他說什麼。初吻你幾歲？什麼叫初吻你幾歲？初吻英文來的。你說什麼？你的 first kiss 是你初吻是不是？初吻是幾歲？18。哇呀，好厲害，好久好久才初吻。坤哥，初吻給了誰？女朋友。說名字要當然啦，你說人就行了。抵打。好，詹 Sir， 初夜又是幾時？哇！快講啦，唔想知道。唔記得咗日子喎。咁係初吻發生前定後？後。後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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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後嘅。好，兩個必答題，用一個形容詞講你哋對初戀嘅感覺。勁啊！正。不夠激啊！佢呢個勁啊，咪正正，即係邊有人初戀啫？正咗好多嚇，無猜咩啊？兩小接唔接受到遠距離嘅戀愛？接受到，接受唔到。你係會一見鍾情啊，定係日久生情？一見鍾情，日久生情。咩叫一久生情啊？差唔多。坤哥問你三個擇偶嘅條件：一 OK， 二唔錯。我已經俾咗好多時間你啦，都要答曬。一係 OK 啊，二係唔錯啊，三係咩啊？你實啊？三係要幾好咁樣啦，係咪？答 bad 啦，即係要三秒內答曬。係啊。哦，唉，打死你喎！好，問詹 Sir， 係有冇人寫過情信俾你？有。哇！好嘢喎。好，坤哥，你想的结婚年龄是几时？32。生 BB 是几时？33。好快啊！果然是，啊，即系谷咗30多年，一结婚即刻嚟啊！即刻嚟，等啊！系。好，詹 Sir， 你觉得自己系咪一个靓仔？系嘅。坤哥，想问你拍拖最深刻的印象是啲咩？见家长。呢個真係突然間第一句彈出嚟，好，未必係嘅。必答題，睇女仔會睇外表先定內涵先？梗係睇外表先啦，內涵點睇到嘅啫？內涵要慢慢溝通噶嘛。讀坤哥，內涵咯，梗係。內涵點睇到嘅咧？答錯啦。眯眼感受。咁就唔係睇到啦，係咪啊？嗰係感受到嘛，你明唔明啊 ？Sorry。必答題，中意大定細？你的意思是什麼？年紀大還是什麼？我喜歡年紀小了，老老實實了。你呢？我喜歡大了。你喜歡年紀大？我喜歡那個人生閱歷大。是嗎？人生閱歷，即是家裡有個很大的閱歷。人生閱歷。是啦。即是要記錄你人生，你何時死啊？是，那個就是老一點的那個，你喜歡老的。我喜歡陶古者，陶古者。陶古者，哇，這個，這句說話我在我回家的對白學到，學回來了，真的學，我回家
學了很多呢啲。呢啲唔係你嗰個星球講嘅説話。係啊，係啊。我都問咗幾個人都話點解。咁呢個叫淘古井啊，咁樣係嘛？即係有個古井咧，咁啊好耐就都冇水㗎。係啊。咁你好巧合喎。係。咁你得個古井喺度，咁你咪要淘佢咯。係啦，就要鑿佢啦。鑿佢。係啊。坤哥，而家有冇拍拖？冇。真心。你愛唔愛佢啊？我愛你未拍拖啫嘛，但係你愛唔愛佢啊？會愛佢咯。但係慢啦。會咯。嚇！我會用我全部嘅愛去愛佢。嗯，陽光點滴過。冇錯。有雞先定有蛋先？好似係有雞先。我睇嗰個科學報告啊。係咩？好似有雞先。應該都應該係嘅。因為冇雞點會有蛋咧？冇雞生蛋。係啦，冇唔係係，而係冇雞又點會有蛋咧？冇錯。係咪？所以如果有蛋出嚟，咁佢都要有隻雞先噶嘛。嗯。咁所以應該係有雞先至有蛋咯。嗯。好簡單啫嘛，呢、這個問題點樣講都 evolution 係啊。疑問。係啊。冇人識我，你又唔識啊？大耳紋啊嘛，嗯，大耳紋，好大隻耳咁。係尖嘴紋。周秀娜定 Angelababy？ 周秀娜，我都係。老芬定如花？老芬啦。係啊，我情願如花啦。啊，佢好 nice 嘅。唔係，如花你有商量啊嘛。老芬就摘落嚟好，你就冇噶啦。做朋友啫。坤哥，吉他定女朋友？梗系女朋友啦。啱，叻仔。俾你哋互问一题。点样掩饰对方？你今天見到我之後，你最大的理想是什麼？學多些東西，忠實自己。好，你今天見到我最大得獎是什麼？學好些歌，這樣也做到歌星。